钱嘉乐同阮兆祥两位长老分别带队，亲自挑选人脚出战开心无敌掌门人。两队人马包括嘉乐同张振朗、戴祖仪、孔德贤、何慈恩、刘展廷，力战长师兄同范振峰、王奕、王子轩、Judas 罗海玲、双天鹅。在蒙住眼孭住队员古食物的环节中，有习武底子的 Charlene 不费吹灰之力就孭起孔德贤玩游戏，相反轮到戴祖仪孭起张振朗时就危危乎企都企不稳。而在赛前，王奕同阿范都表示信心不大，志在参与。队长长师兄就几乎跟组员发生内讧。點解會挑選阿黃子軒咧？就因為咧，我發覺到咧，嗰個演鬥廳咧咁多集都冇邀請我，你就請翻佢。哇！咁啊係，真係佢就忘記咗我啊！但係我會記住佢嘅，以德報怨呢樣嘢不嬲都重要。冇錯冇錯，所以我就邀請黃子軒上嚟掌門人。我盼望咧，到時演鬥廳嘅season two嘅時間咧，佢會記得我請我上嚟。呢個其實係最好嘅安排，係咪？因為咧喺呢度咧，同阿曾生講聲話，可唔可以開season two先？佢話好啦，咁啊第一集嘅嘉賓係邊個啊？咪就係黃子軒咯。都是你揀的，是不是？當然不少得了 Judas。 Judas 就特別邀請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在三年前我的個人演唱會上，我有看啊，他就是我的特別嘉賓來的。因為翌日演唱會就是我做他嘉賓，是啊，很有淵源啊，我們全部都是有淵源的。在長師兄領軍的組員之中，只有娥姐不是唱歌出道，不過他就跟長師兄識於微時，大家都很了解對方的。雙天鵝有一個秘密我可以告訴大家，就不嬲我哋有個昵稱嘅，我就叫佢二四六，佢叫一三五。點解？點解叫二四六？因為佢係雙天，逢星期二四六咧就係我哋嘅。同埋佢唔係雙天，係咪害你嘅？仲有啊，娥姐係喺呢一個娛樂圈裏邊咧。其中一個同我試過同床同眠同眠嘅，大髀同眠嘅，唯一一個人，唔係仲有一個咩？仲有一個係梅小慧，係啊，三個一齊同床。咁你有冇試仔到啊？你真係發達。我經過我瞓醒時，即刻望一望，哇！天光啦，瞓得好甜啦，一定。喺美國嘅，喺美國瞓啊！我哋你睇下，我覺得我哋感情幾好。讲到玩游戏，有精明的嘉乐坐镇，已经先赢一仗了。队员们在赛前都表现得胜券在握，至于赛果是怎样，就要留意节目了。冇试过冇信心啊！系啊，系入边系冇信心噶，做个可能有冇都可能咗啦。新名点可以冇信心？最紧要阿林迪安唔喺度啊嘛，讲笑啫。即系加啲信心。翻曬嚟，係啊係啊，好有信心，講唔到啊！係啊，好有信心啊，真係，你咧，好有信心啊，可以好緊張，好有信心啊！睇個樣都知勁有信心啦，係咪啊？嗯，本身你哋玩呢啲遊戲嘅叻唔叻嘅咧？其實我未玩過啊，但係最叻嘅啱啱試鏡咩事？係啦係啦，依家睇我表演。最有信心係邊個？唔係我，其實不嬲玩親都輸嘅。咁今日我覺得有嘉樂哥喺度啦，應該就贏啊。應該係啊，內行啊嘛，係咪？係啦。問一問長師兄先，我哋都要係咪？